同学，我们接着了，还是看第二首啊，无染无所着，无想无意志，体性不可量，见者咸称叹。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说，无忧喜之杂然，安住舍故，故无所住。第六句呢，是卧想杜绝，不依止明文利养故。七八两句，体虽不可思量，居向好故称赞。啊，这居足向好啊，清凉住得很好。这个境界不是凡夫境界，当然华严都是对法身菩萨说的，法身菩萨通通都做到了。我们今天看这些佛菩萨，要有向往之心。所谓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啊，要有认真效法学习之心啊，那就对了。忧喜，这是六说。具足的说呢，就是五种受：苦、乐、忧、喜、舍。这个是欲界众生，他通通有的。这五种受啊，佛说这五种受都不正常。心有忧喜，身有苦乐啊。舍受是什么呢？舍受是心没有忧喜，身也没有苦乐，这个时候当然很好啊。啊，为什么叫做舍受呢？它的时间不长，你不能够永远保住。如果永远保住舍受，那就叫禅定，就叫三昧了啊。所以三昧呀，就是这个境界你能够保持，你能够不失掉啊。顺经善缘里面心没有喜，身没有乐啊，不执着，不分别，不执着。逆境恶缘里面啊，心没有忧，身没有苦受，这个境界好啊啊，这个境界圣人境界，圣人能把顺逆善恶他统统转了，他能转境界
我们一般讲呢，它能够化解，我们化解不了啊。要学这个本事。它怎么化解的呢？实在讲，这个化解的道理啊，我们也懂。《金刚经》上就很清楚嘛。顺境逆境，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善缘恶缘，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可是我们在境界里头，常常把这两句话忘掉，这两句难熟啊。讲经的时候会讲，谈话的时候也会用，也常常说，可是境界现前呢，忘掉了，还是堕落在苦乐游戏室里头，还是放不下。我们跟，不要说跟佛了，佛太高了，咱们跟法身菩萨比，甚至于给我们现在读的这段经文，实性菩萨比，我们不如他们了。啊，为什么呢？他们能放下，我们放不下；他们能用得上，我们用不上。啊，古大德常讲吗？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我们念起的不觉，哎，他们念起他就觉，念头才起了，马上就觉，立刻就转了。啊，我们念起来的时候不觉。不觉随着妄念发展，收不回来呀。这是我们不如他们的地方啊，我们应当向他们学习的地方。啊，要能转，要转得快，要觉得快。啊，这第六句里面说，物相度之，啊，度觉，不以之名闻利养故。啊，清凉说得很清楚。就在四相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把我们指出来了。啊，我在前面讲的是无意志，是利我所，我所有的。啊，不要把我所有的放在心上。啊，我尚且不可得，哪里来的我所有的？名闻利养是我所有的，五欲六尘是我所有的，世间人如是分别执着啊。觉悟的人晓得万法皆空啊，般若经上讲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常常想，常常念，常做如是观，哎，不知不觉了，就会放下了。啊，这什么原因呢？大乘正法熏习时间久了，啊，就好像这古人这个衣服，这个香气呀。是用香料熏的，啊，熏个十几二十个小时，
这个衣服穿在身上就香气。我们今天佛法熏习的时间不够，敌不过烦恼习气，烦恼习气熏习的时间太长了啊，那就是对于明文立阳五欲六尘坚固的执着，起心动念它就冒出来了，这是它的力量大。为什么这呢？熏习的时间长，就这么个道理。所以我们天天读经，天天学习啊，天天在研究讨论，一天都不学习都不空过。在现在这个社会，古时候人说十年八年他就产生力量，现在给诸位说了，我的经验是二三十年才有这个力量啊，自自然然，没有一点勉强啊，不是，他熏习的时间够了啊，就是我这个衣服穿起来，哎，大家都能闻到香气，熏习的时间够了。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这是古人教导我。你不通过实习，你对这两句话你所认知的就不够深刻，通过学习之后才知道这两句话。真舍易取，真的明白了，你才会看重，你才会认真努力的学习。尤其古人讲的有道理，一门深入，你开始学一门。不要想到第二门，想到第二门怎么你就分心，你就不转了啊！真正从哪里学起呢？从《弟子规》学起，天天念，念字在字啊，《弟子规》不长啊。我们现在要学习的话，一天至少念两遍，早晨念一遍，晚上念一遍。要念多久呢？不要限时间，真正做到了，你就不要念了。你里头还没有做到，非念不可。这是我主修的功课，其他的玄义两门呢，助修。先主修功课天天要念一天决定不能少过两遍。我相信有个3年到5年的熏习，你才能做到，就是一切时一切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你会想到我应该怎么做法。也就是说，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提得起那个觉，那不怕念起这个觉迟，你才能觉。你没有这样长的熏习，不觉不觉，你的毛病习气就又现形你这一生什么成就都没有。不能不重视辅助你的课程是什么呢？选修的呢？我觉得《了凡四训》
是最恰当的。啊，了凡四训每天念一遍，它也不长嘛。啊，从头到尾念一遍，它只有四篇嘛，本文只有四篇文章嘛。念一遍顶多半个小时，啊，念上三年，起心动念，你就会想到因果，啊，这两样东西啊，保证你不堕三途。你用这两个基础，真正都做到了。念佛求生净土啊，凡圣同居土是靠得住啊。你不是学佛，你是世间的善人呐。我们中国人常讲的君子，这两样东西把你熏习成善人君子，何乐而不为之呢？啊，善人在这个世间一般人讲吃亏呀，啊，我告诉你，保证不吃亏。今天一般人讲说怕的时候就照这个做，照这个做，我在这个社会上没法子立足啊。我将来这个日子怎么过啊？啊，这个谚语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是有一年我在香港啊亚视来访问啊，做电视访问，侯寿信先生来问的，他是一个很著名的这个电视的导播，好像是的吧，啊，提出这个问题来问我，我说这一句话误导了许许多多众生，他是错误的。他是怎么错呢？我说释迦牟尼佛他不为己，天也没助他，地也没灭他，孔子孟子一生都没为自己啊，不但行为上没有，念头上都没有，天也没助他，地也没灭他。在佛门里面，历代这些祖师大德都没有为自己啊，起心动念都是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啊。你看看，天没有助他，地没有灭他，这就证明了你只要不为自己，念念为众生，你去试验看看，看天会不会助你，地会不会灭你，不但不会助灭啊，保佑你啊。啊，我一生不为自己，天也没有助我，地也没有灭我，误导，真的误导很多众生啊！啊，不应该再有这个念头了，不应该再去说这个话了。古今中外，一切圣贤都教导我们舍己为人，
啊，从来没有说是教导我们损人利己，没有。啊，我们要想想，舍己为人好，还是损人利己好？啊，己不外乎这个身嘛，肉身嘛。这肉身在这个世间能活几年？为这个肉身造种种罪业，不值得了。啊，世间人造罪业，为这三寸之舌，就造下许许多多的罪业，啊，贪图美味也，真的三寸血到喉咙底下就不知道了，再不变呢，这个酸甜苦辣咸不没有这个辨别了，辨别这个只有舌头三寸了，啊，你说为这个造多少罪业，不值得了。在这一方面，我觉得外国人比我们中国人就强。啊，外国人吃东西简单了，啊，请客也不过两个菜三个菜。那么在我们中国人这怎么能拿得出手啊？啊，外国人最多的菜，啊，过宴，我参加过，也不会超过四个，啊，四道菜很丰富了，啊，哪有中国人十几道菜？啊，没有十几道菜拿不出去。讲求色香味呀，外国人不讲究，啊，多半都是很清淡。为什么呢？让你自己调。你看你自己面前，啊，有胡椒，有盐，啊，考究一点的是有酱油，啊，有醋，啊，这个通常在外国的时候，它只有胡椒跟盐、糖三样，你自己调。那中国馆子里面呢，加了有这个酱油，有醋，啊，甚至有麻油，那这个调味就很丰富了。啊，外国通常只有胡椒跟盐、糖，它有这三种。那实在讲呢，少造很多业。所以他们的厨房干净的，没有油腻，啊，他们的这个烹调也很简单的，啊，只有烧烤、水煮，啊，没有中国那个花样那么多。啊，主食多半都烧烤，我们中国人不习惯。啊，中国人吃的东西吃几天的时候，火气都上来了。啊，青菜水煮，没有油，没有盐，没有味道，那是你自己一点调味。啊，你要用加盐加胡椒调味。的饮食简单，啊，
为三层舍造这么多业，不值得了。那中国人什么都是，啊，特别在这个广东啊南方啊，奇奇怪怪的动物都是啊，那外国真正我们讲的时候开化文明，他们吃的东西平常我们所看到的牛肉鸡肉啊，这两种是他们的主食啊。啊，在其他的这个吃的多的时候，鱼，这就是三种。啊，中国吃的这个肉食那就太多太多了。啊，那么这是举一个例子。单单是这个为这个舌头啊造这么多业啊。那么如果你也想到这个身，身不是自己自己的灵性是永恒的啊，身是自己的一个附属品，也是所有，我所有啊！啊，不能称这是我啊，我的身先啊，就像衣服，我的衣服，这个讲得通。要是我呢，错了，在身上找不到我。决定不能为这个造罪业，远离五欲六尘，不是说不要它了，随缘就好啊。佛菩萨随缘，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决定没有分别，决定没有执着啊，这样就对了。体心不可量啊，体就是心，心就是体啊。为什么说两个呢？说两个有两个的讲法，体是性体啊，这个意思，性是能性啊，体是物体，是所性，能性的是性，所现的是物体物质，我们佛法讲色啊，所有一切物质之体，这个物质从哪来的？包括虚空啊，心现的，心就是心的，能现的心性的不可量。不可量是不落在数量啊，它不是数量，不能用数量来说啊，这是不可量的意思啊。为什么呢？
它没有大小。你要说大，无穷大，没有边际。中国人常讲的是大而无外，小而无内，这两句话说得好啊，大没边，小没有内，没有边好懂，没有内不好懂。我们到了华严经啊，才知道什么叫没有内。啊，以前读这一句，读这个这一句的时候，就是含含糊糊的。啊，这个经上告诉我们，小是微尘呐，大是宇宙啊，宇宙是新鲜的，微尘也是新鲜的，所以它的体都是性。因此整个宇宙不大，一点微尘不小，微尘跟宇宙相等，这就难懂了啊。怎么叫其身无敌呢？微尘里头有世界，微尘里头有宇宙，那个宇宙跟外面宇宙一样大啊，微尘并没有放大，宇宙也没有缩小啊。什么原因呢？法而如是。第一桩事啊，现代科学家发现，那用科学家的说法能解释。但是科学家的时候还没有佛法讲得这么透彻。啊，科学家现在说我们这个宇宙啊是爆炸的，这个现象是个爆炸的现象啊，宇宙现在还继续不断的在膨胀啊，膨胀当然就是爆炸的现象，那爆炸当然有个东西啊，什么东西爆炸出来的啊？科学家称这个东西叫原点啊，原应该是原始啊，宇宙原始只有一点，这一点很小，小到真的像我们佛经讲的微尘啊，这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啊。科学家告诉我们，他们是从数学里头推算出来的啊。这个原点多大呢？钟化生博士有一篇讲演啊，这是根据美国太空总署发表的啊。这个原点呢，它是我们的头发啊。假如我们的头发呢是这么粗啊，这都好讲话是吧？把这一根头发切断啊，切断呢，它还是也是一个平面。这个平面就有直径，直径上可以排这个原点呢，排100亿个，那是宇宙的原点。每一个原点爆炸，就是现在的宇宙。哎，这很像佛经上讲的，微尘里头有世界。啊，那我们想想呢？好，假如我们现在这个宇宙，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宇宙，是一个原点爆炸的。我们想想，现在我们宇宙里头，这个里头有没有原点呢？肯定有啊，那有微尘呢？
微尘里头又有宇宙，宇宙里头又有微尘，微尘里头又有宇宙。其小无内呀，永远没有止境啊！啊，佛说，谁能入这个境界呢？普贤菩萨。明心见性才能切入这个境界 这个是心性的作用，这个作用是自然，不是造作的佛法里面讲法而如是，法而如是的意思本来就是这样，所以信心不可量，信心所现的色相也不可量信心的色量就是物质心跟无是一不是二，我们学佛的人大概心经常常念，诸位都在心经上念的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个色就是我们今天讲物质，他讲的空就是我们讲的体性你看佛在经上讲的心性跟物质是一不是二色界是空，心性就是物质空即是色，物质就是心性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心性没有两样，是一不是二我们凡夫不了解事实真相，把它分成两个，以为是两个，这就在这里产生错觉，产生误会。这个错觉误会就误导了，误导我们的观念，误导了我们的心性，就变成造业。所以宇宙是和谐的你看连那些学生都问和平能不能有希望连现在学生对这个事情都关心，和平有没有希望落实所以我让他们观察身体，身体是许多不同器官组成的，器官是许多不同细胞组成的，细胞是许许多多不同原子粒子组成的，用佛法讲许多微尘组成的，金刚经上讲的一合相或是组合你们看他们组合成这个身体，身体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微尘，用佛法讲微尘，它有没有冲突
它有没有矛盾？它有没有对立？没有啊。从这个里面我们看，器官分子到微尘，这身体是真无量无边的，他们互相包容，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助合作。你在这个里头看清楚了，你就看智慧，然后想到一生是这样的，这个地球也是这样的，这个太阳系也是这样的，银河系也是这样的，整个宇宙啊是和谐的啊，和平怎么会不可得呢？和平是正常现象啊，动乱是反常的现象啊。我们从这天建立信心啊，正常现象是本有的，本有决定可以恢复，反常是本来没有的，没有一定可以能够化解。你从这个地方生信心了，这个地方建立信心，这是真的。你的信心不会被外面境界影响，你的信心不会改变，你的信心不会退失。啊，从这个信心里面生智慧。啊，这《金刚经》上说的好啊，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啊，智慧才能解决问题。啊，解决问题肯定先解决自己问题，所以是自度而后才能度他了。自己未度而能度人，无有是处。这佛在经上讲的。啊，你自己本身问题没解决，你想帮助别人解决问题，没这个道理。啊，一定要先度。啊，这个先度，你看佛在经上也常常教我们观身呢。啊，这是帮助我们了解宇宙人生真相一个很好的方法。啊，你细心观察你自己的身心，你会开智慧。啊，身心小宇宙，小宇宙跟外面大宇宙完全相同。啊，它里面的复杂，我们几十年讲经常常说啊。啊，身心小宇宙，世界大宇宙，这里面情复杂的情形平等平等。大宇宙不会比我们小宇宙多一个，小宇宙不会比大宇宙少一样。你能够冷静细心观察，真的会得定，会开会。其实这个境界，你要问有什么好处呢？好处可大了啊！一切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啊！真的能吗？能。你要不相信，你看了凡先生啊，我常常叫人念了凡四训。了凡先生的命被孔先生算得那么准啊，一二十年当中一点都不错
他一点怀疑都没有了，什么妄念都不生了。为什么呢？打妄想没有用处。真正叫啊，一生皆是命啊，半点不由人啊。所以他心地清净，一个妄念都没有了。跟云谷禅师在禅堂坐了三天三夜，不起个念头。云谷禅师看到这个样子，一生当中难得见到这么一个人，这不是凡人能做到的，所以就问他了：“你的功夫不错，啊，三天三夜不起个妄念的，你修什么？”了凡先生说：“我命运被人算定了，我起妄念也没用，就干脆不起妄念。”那云谷禅师哈哈大笑啊，我以为你是圣人的，你还是凡夫。那什么是凡夫呢？虽然不起一念，堕在无明里头。啊，就是只有定没有慧。啊，这才详细的盘问他，来教他。啊，这人可以教。啊，你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我说了凡先生叫标准凡夫。啊，他一生被命运拘束，不折不扣，不增不减。啊，完全照着命运生活。啊，他是个读书人，年年要参加考试。啊，考试的时候得第几名，没错，孔先生给他算好了。啊，这个一年你有多少收入，一点不差。你想多一点没有，想少一点也没有。啊，这就是什么定数啊？孔先生给他算的定数啊。云谷禅师教他的时候，定数之外还有变数啊，你要懂得，他不懂变数。啊，变数什么呢？就是你做的善恶。啊，你行善，往好的那一方面变。你做恶呢，往坏的里面变。啊，你做善做恶都不大，所以你变数就不大，那个命运还是蛮准确的。如果是大善大恶，那个命就不准了。啊，大善什么呢？命中不好变好了，大恶呢？命中很好了变坏了。过去僧众修的是大福报啊，做很多恶，哎，他的命还不错啊。那什么，他的命太好了，造恶已经打了对折了，对折还不错。啊，甚至于这很大的福报，十分的福报啊，现在已经折损只剩三分了。哎，三分还不错，还比一般人强。他不晓得我造罪业我还享福，不晓得他是折扣下来的余福啊。
中国古人懂得啊，大福报啊，国报是帝王啊，啊，他的福有300年，有400年。啊，现在人有没有这？有，他那个福报也有三四百年的，可是怎么样？20-30年就享尽。晚年没有了，来世啊，他造所造的那些罪业，来世在三途地狱。三途地狱是事实真相，不是吓唬人的，不是用这个来劝善啊，佛讲的是事实真相啊。佛菩萨劝善是教育，是教学，是给你讲理，是帮助你觉悟啊。啊，觉悟是了解宇宙人生真相。啊，你自自然然会改善你自己的环境。没有福有福，有福福要增长，啊，福慧都增长啊。啊，见的见到你的人，听到你心情事业，对社会对众生有种种善行贡献，人家听到啊，都称扬你，都赞叹你啊。啊，这个见者包括闻呢，见闻呢，那么这个见证呢，也可以这样说法，对你有认识的人，凡是对你有认识的人，你想想看，他会不会向你学习呢？肯定啊，他会向你学习啊。啊，人家对你称赞，就是对你肯定。啊，你的思想正确，你的言行正确，你对社会、对众生有贡献。虽然没有跟你见过面，已经接受你的感化了。佛菩萨度化众生，这是很重要的方式。我们应当学习。所以，真正帮助一切众生，言教在其次，身教是第一了。你真正能做到，你讲的别人才会相信，才会听。你自己没有做到，你跟人家说说的话心里不踏实啊？为什么呢？自己半信半疑啊！你讲出话人家听了也半信半疑，所以
从事于教学的同学们啊，我们发心将来弘法利生啊。那么首先要做的，我觉得不是学经教，是学修行，把自己所有一切错误要把它修正过来啊。这里头最重要的是思想见解啊，言行啊。那么这个在佛法里面就是戒律啊，持戒念佛，持戒学教，这就对了。现在时间到了，我们这首偈就讲到此地。